把笔记记下来。小紫先来好了。好，小紫先来。如果破三游要怎么样游？어스케줄이된다면다시대만에와서여러분과이런자리를함께하고싶어요如果有破三的话，就是希望他行程有允许的话，想要再来台湾，这样子跟大家再见一次面。哦，尖叫尖叫，耶！在台湾 long stay 哦 ，OK， long stay 哦。好，他们会带你去很多地方玩哟。哦，好。我是破四是不是？对，你说一下破三你要讲。哦，破三了，我这样，我是破四吗？好，那你破四。哦，破四的话，如果破四的话，他一定会来台湾。对。那破那因为破三了，那第四的话，带大家就下去。裸泳啊？垦丁一起晒太阳。垦丁而已哦。肯定 OK， 我在那边聊聊屏东啊，因为晒得很黑，晒得很黑。不能说是月潭好了。没有没有，屏东比较南部那边的。带大家去那边比较空气比较好。也是，他最近享受到很多太阳。好，我们胡宇威说，如果破三，先带大家去垦丁玩。OK， 每一个人破四，破四好了。破四垦丁，大家听清楚了，今天有听到都可以去。对，好。那玛利亚呢？你说一下，如果收视到一定我们的标准，有没有？你想要怎么样？谢谢大家，大家那么支持。就是当他们玛利亚一天。真的假的？是你说演员吗？还是说我们大家只要说打电话去那个八大跟明师说我要这样？就看他希望谁帮他当他的管家一天这样。好了，我把记录好哦。李玉芬玛利亚要当大家的玛利亚一天。24小时都可以哦，耶！掌声鼓励一下，我们已经 combo 了。好，那少翔换你。应该大家不想要我玛利亚一天吧，对不对？也可以的。所以裸泳也好像不稀奇了。我是破几？是破六。六了耶，哇，已经破六了。破六的话，想一个好。那我穿玛利亚的衣服游泳。这一套后面那一套我们有制定好，隔保掉，而且网袜也要穿起来哦，丝袜。少翔说他要扮玛利亚一天，好了，那雏菊你要穿谁的衣服？都为大家强调，我穿小萨的好像也没有什么，对啊，被爆点了。没关系哦。那你想一下，那我是破七吗？对，就破，对，你破七了耶，Breaking 好了，现在就可以来，要 Breaking 了，来 Beatbox。哦，没有啦，现在没有，是不是？好，就是 breaking 给大家看， breaking， 穿着玛利亚的衣服 breaking。好，可以吗？可以 ，OK， 酷。好，最后换你了。如果你后面压轴没有很厉害，那前面都白说了。破八，对不对？对，破八了，我们到八了。没有什么好怕的，我冒险一点好不好？还是裸上半身，然后绕圈子跑一跑去。是没有穿吗？裸上半身呢？裸上半身哦。八。那你可以帮我们揪少翔跟那胡宇威一起吗？我们也要喊，一直喊说旋风管家万岁！那你们会陪我吗？好 ，OK。可以啊。破八，三位男主角，没有女主角啦哈，不要想太多。三位男主角裸上半身，在我们西门町这边逛逛逛，喊旋风管家万岁，旋风管家万岁，这样子 OK。好，掌声鼓励。我们今天已经听完了大家的他们的一个信心喊话了，现在你们要付诸行动，因为你们要大家支持啊，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1、2、3、4、5、6个人，我们选六个粉丝上来，然后我们要玩游戏，等一下他们会示范，我们先选上来好了，好不好？来，我们从小紫开始。谁？我都给你们过呀，我都给。什么样的游戏？玩那个清凉一下的游戏 ，Summer。男的不都来那个？谁想要上来尖叫声？蓝色的先生，他自己做 LED 灯啊，真是辛苦。好，那小沙，小沙要选谁啊？选的女孩。我听不到，谁上来？你的声音有点逼真。好，那就是我是不是？也要邀请 BB。
愿来。哦，从哈士奇诺游后来的那位 BB 吗？一起吗？哦，好，那。OK OK， 好，那你一起好了，好不好 ？BB， 你算指定打击了，你算一起，等一下上来。OK， 好，那小夏选一个。好的。就前面这位是快要烧瞎的那一位。他不仅烧瞎，还被切了。好了，停，乖，就你，好，就你。好，那玛利亚，你选一个，玛利亚。怎么都男生。好了，你选那个哪一个？拿板子的芋头，摆芋头，芋头，就你呀、啊，你自己叫芋头，你忘了还是你以为你叫芋芬呐、啊？啊，芋头快上来，好，来下一位呢，就是我们的少强，帮我们选一个，选一个，有没有可以扫一下，这样比较好选。一个很渴望的眼神啊，而且他特别显眼，就是那个高高的、高高壮壮的那个，然后你看你们玩游戏画面会很挤吗？有点不是，没关系。哦，来，你来，好来，我们出局帮我们选一个，一起帮我选一个，来选到台上来，就那个帅气的，对，帅气的女孩吗？对，好来，帅气的女孩来，好。这边集合了最后一枚纪雅文，要裸上半身的纪雅文，帮我们选一个，好不好？谁想要纪雅文帮你服务的呀？有，那边有女孩，有一个蓝色衣服戴眼镜的女孩儿。好啊，好不好？就你啦。好，来，请上台，通通来，圆圆的右手边集合一下，好不好？这样几个了，总共有七个。对，那我们怎么玩游戏？我们再清凉一下，我们三个来示范，这边三个为我们示范，这边三个为我们示范，好不好？来，请上道具。炎炎的夏天，来一支冰多好。你们三个猜拳，谁输了谁吃。啊，所以。哎，这有惩罚的哦，跟大家说哦，这游戏有惩罚，吃的人两边要 PK， 输的人要伏地挺身，女生坐上面。哦，这输的好，什么？再一次。就是输的那一组，男生要伏地挺身。哦，不是女生。喂。然后女生坐在背上面，输的，所以你们要谁吃？我一定是吃的。你吃对不对？还是你吃？你要吃。然后小紫跟玛利亚有喂他有，哎，喂他。一个吃完再另外一个游，好，那这边谁吃？最性感的李怡景。怎么这样子啊？你们都让女生吃，好坏哦。好，那你们伏地挺身坐定吗？来，那请坐。我们跟你讲，我们吃冰啊，不要吃到壳，我把上面的冰吃完，这样就好了。两个都要吃完哦，好不好？雨薇，你 OK 吗？应该是可以。你应该不会吃完拉肚子吼。我怕会。有拉肚子，先跟我们讲一下，帮你买药哈。好，那一景 OK 吗？没事。嗯。还有小雨可以拿着冰，你去拉住他。好，我们有策略，你拉住玛利亚，然后你吃冰。OK， 我们策略。所以这一组是一定女生做伏地挺身，然后男生做。不是，伏地挺身都男生做啦，都是男生，但是我们女生代表，好不好？你们策略 OK 哦，他去干扰他，你赶快吃。催眠他，其实你很冷。OK。你那并不想要吃冰淇淋，真的不想要吃冰淇淋，真的没有。战场上没有兄弟啦，我们三秒钟之后准备我们这个非常残酷的比赛了。三，没有一个吃完在一边，好不好？一个吃完在一边 ，OK 哦。三、二、一 ，Action！ 旋风管家之清凉一下吃冰大赛。哇，雨薇好帅！雨薇嘴巴好大哦！哇，雨薇嘴巴太大了。两个差不多哎，其实怡景好厉害，对吧？小心，我们擦一下。OK。哎，胡雨薇已经吃完一个了，加油！哎，你们男生帮忙偷吃一下，偷吃。在这个时候，男生偷吃不犯法，快点。没有，可是我们这演员这个实力真的太强了。一景变小花猫了，哎，给一景掌声鼓励一下。
厉害了。你竟然输那个男生哎、欸，你竟然赢那个男孩哎、欸！啊，我跟你讲，等一下你，你怎么？什么事？你今天是怎么回事？你不能吃冰块，太高了，怎么了？你很弱哎、欸。你那个冰淇淋丢到哪里去啊？吃掉了、啊。不要骗人呐、啊！吃掉了、啊。你最好是啊，丢到哪里去？你超弱。所以我们一锦这边获胜咯，胡宇威，请你准备我们的，你头痛是不是？好痛。好了，我们刚才他们都没有干扰你们。痛吗？你不会痛吗？不会。我哟。其实你是女生的体质，他是男生的体质，互换一下。好，那现在我们先惩罚，惩罚完之后，你们的演员就要为你们吃冰淇淋了。来，雨薇，今天现场有三个女生，加我加工作人员，那有八个女生坐你背上，好，小气。你还好吗？不 OK 啊。小紫给你拥抱一下会比较好吗？会。会吗？小紫，她头痛哟。加油！加油！加油！好啦，那要做福利生，做什么啊？快整！做福利生，你选逛逛，随便任选两个女生。没有了，现在要穿玛丽亚衣服 breaking 啊！还会曝光呢，不好看。好了，福利生，福利生，来，我们三个女生坐上去，一起坐。哇，两个好了，你们那一组的玛丽亚跟小紫坐在她背上好了，好不好？来，脸朝正前方。请请请，不要客气哦！一起一起，做几个啊 ？Together， 八下八下就好了，一人一边八下，来，要坐下去哦。别不坐，我坐，不是。小心你的事业线。他故意的啦！来，请玛丽亚跟小紫坐在上面，要八下哦，我们一起数八下哦。来，请就坐 ，Sit down please。好，用力坐，用力坐，一下，一下，二下，预备，加油！看我们，看我们的镜头，一下，要很慢，很慢。